猪脑花。麻辣猪脑花，今天搂个麻辣猪脑花啊，软软糯糯的，
太香了。我是大伯，热爱美食，感谢家人们关注。鹌鹑，这是鹌鹑的包装袋，当然好吃，就跟烧烤店烤完的一样。我这个是打开袋之后，正常是打开袋直接吃就可以的啊。我的是就放在微波炉啊，微波炉这面加热两分钟，然后停掉之后给它翻面，这面再加两分钟，就这样了，干干巴巴的。你要正常，你们开袋计时吧，是嫩的啊，我给你打开看。啊，是嫩一点的，这个能吃。你像我这种直接烤完之后更好吃，嗯，当然香。嗯。八加一行，无敌的。哎呀，骨呢就是酥脆的。肉老多了。来个八加一，嗯，完事了。